你最喜欢的男演员是谁？五个字回答，五个字回答。最喜欢沈腾。张萌特别实在。最不满意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五个字。脑袋、眼睛、腿。这不绝，这不可能，那怎么可能不满意呢？咋的？这腿不招人稀罕呀？这羡慕我，羡慕成啥样？啥样了？天天看着贾玲腿都流哈喇子。最不喜欢《王牌家族》的谁？一个字。你。我们俩撞行了。这个包袱太响了，都把你撞变形了。王牌家族最不想谁来参加？三个字。真是你。